这回这戏这么成功，你也算是成功上位了。你可别这么说，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，要是没你这剧本，我能这么成功吗？也不是，佳琪当时状态不好，也有我的原因。事情都过去这么久了，我觉得有些事情该忘记就忘记吧。哎，对，我还打算做续集呢，把大伙叫一块儿再玩一把。再说吧。好，哎，来，这个。你俩是不是吃了什么了？瞧瞧。我怎么大岁数，我都没听说过，哪有说老婆怀孕丈夫吐的呀？是不是吃了什么不好的东西了？哎，我说你有完没完？人菲儿都没事，怎么回事你？就是，来来来，漱口水，来来来，快漱口。这紧张的肯定是吧？你忘了从小到大呀，只要一紧张，肠胃就出毛病。对对对。怪不得有点什么重要的事儿，他还得先跑趟厕所呢。是吗？那时候倒没跑厕所。哎呦，行了，那行了吗？啊，舒服点吗？吐出来。嗯，胃吐空了，你要不要吃点什么东西啊？啊？啊？喝点粥好吗？行。喝点粥，那我给你调点粥。我去啊。没事，我去吧。你去。我去，没事。哎，给我加点咸黄瓜，淋点油。再加点大蒜啊！还加点大蒜，你吃得到全个。行了，起来吧。哎，小欧，你不会对邓佳琪还有点想法吧？你是不是太敏感了？也许吧。据说恋爱中的人都有点敏感。其实我挺理解你的。你是一个好强的女孩，所以从骨子里你不承认被人甩了。但是人总得长大呀，总不能跟小孩似的，你说对吧？你是说我太像小孩了，一点都不成熟？有点。苏凯，我希望你能对我有信心，我也一样需要时间。没问题，我能等，没准会等很久。哎，别让我等成老头啊。你拿出点诚意好不好，苏先生？好吧，满怀诚意。菲儿，菲儿，看看臭豆腐。哎，怎么了呀？又要吐啊？哎，怎么回事啊？刚才不是还好好的吗？怎么了，菲儿？啊？把那臭豆腐拿走。哦，嗨。哎呦，这些我已经拿出去了啊，拿出去了。你看这给熏的，走走，好点吗？坐一会儿啊！怎么反应这么大呀？怎么臭的都先一好意思拿起来？不，全是臭味，快扇扇扇！行，我给你扇。哎呀，刚才不是你要吃的，我才出去买的吗？那是你肚子里的孩子要吃。让全世界就我儿子最大的，美不死你儿子的，怎么了？如果生个闺女，你还不要了？不可能，肯定是个儿子。什么肯定？女儿多好啊，女儿跟妈妈亲。哎呦，我知道，女儿跟妈妈亲。哎，我告诉你，我有感觉，肯定是个儿子。哟，还真分了！哎，你妈倒是说话算话。怎么着？你要是不乐意，我就跟我妈说一声，咱们赶紧给换回来。这你算了吧，那不找你妈骂你吗？连我都得跟着吃瓜了。哎，我说爸，您怎么就这么怕我妈呀？您也不管管她，这小孩你不懂。
跟你说，女人到这个更年期吧，那180度大转弯。你看你妈原来多温柔啊，跟小猫似的。嘿，一到这个时候，180度大转弯，好家伙，那心眼小的跟针鼻似的。你这会儿就不能逆着她来，现在拿她当太上皇似的供着她。我说，你就拿她当病人。哎，她要发脾气呢，你就顺着她试试。她说那个，你把那煤球给我洗白了。你就这把她好，把那煤球给洗白了，顺着微笑，知道吧？你看你妈小时候怎么爱你来着，是吧？现在翻过来，你怎么爱你妈？她说什么就是什么。哎呀，不就两年的功夫，她就跟过去了，没事儿。还有，你现在跟菲儿也注意点儿。正好，大老爷们儿分点月，跟那个菲儿别太腻歪了，为了孙子好，为我孙子好。为你儿子好，啊！行行行，啊行，你看你小时候，我想起来了，哎，说爸，我跟你通被窝，然后咕悠悠咕咕悠悠就爬进来了，跟我一块儿睡。从高中以后就没了，正好咱俩住俩院，也住俩院，咱俩好好说说男人的话。后来咱一直什么都没交流过，我也得关注关注你的思想。啊，真的，后来我对你关心的不够，教导的也不够。咱们好好聊聊，成吧？行。妈，怎么了？你吃什么药呢？觉得这儿有点紧，估计是被我们半夜给闹的，也没睡好。没事，那你早点过来睡吧，妈。已经不早了，都11点了，你赶紧先进屋躺着去，我去看看他们俩。行，那我先进屋。枪老太婆，行行，平安无事哦。你现在怎么整天到晚没整形啊你？你忘了小的时候，老跑到咱这床上来气你来。你别老噼里啪啦的在这翻这个报纸，这翻这书，影响孩子睡觉。菲儿，您是要磕了一下？磕了一下。哎呦，你磕哪儿了呀？没事，就磕个脚上。
你碰着肚子了吗？没事。哎呀，你怎么不开灯啊？以后起来就得开开灯啊。好，知道了，妈，你睡吧。嗯。得开灯啊，这个时候得小心才行呢。用我本来还有很多很多事儿要做呢，可是我一想到这孩子就要来了，我不是不爱他，哎，是我内心真的害怕，一想到菲儿身体现在这么难受，哎，我说你俩还是不是人呢？有没有点人性啊？哎。又头晕了，哎呦我的天哪！哎，我现在只要一想到那小白胖脚要从那地平线的砰砰砰的冲我走过来，哎妈呀，他真来了！来，冰淇淋，你们干嘛呢？我在里头看你们俩唱双簧啊，演戏啊，纯属调侃。干什么呀？菲儿啊，我求求你了。赶紧把它弄回家吧，天天老三篇，一天100多遍。你干嘛？那车轱辘话来回说呀，怎么了？就你第一次当爹啊？我们俩还没当过爹呢。我跟你讲啊，邓佳琪同志，你把我们俩心里弄出障碍来了，断了我们老苗家后，我跟你没完。哎呦，我这不是就是紧张吗？不行，你俩回去自己上网查查去，这女人怀孕是件多难受、多么痛苦的事儿。不，你再看我们家菲儿。长得这么娇小弱不禁风的，万一出点什么事儿，我能不担心吗？哎呀，你至于吗？我哪有那么脆弱呀？再说反应期不都过了吗？我怀孕还是你怀孕啊？瞧把你紧张的。哎呦，我跟你说，你别跟他胡说八道了，回头说多他俩都不敢怀孕了。听听啊，就是，是你媳妇怀孕还是你怀孕？我媳妇怀孕，我比她还紧张呢，怎么了？是，她真的很紧张。你原谅他吧，榜样。几点了？嗯。哟，该回家了。嗯，也是。回头出来时间长，你爸妈该紧张了。慢点，我背你。哎呦！干嘛？你背我这么大速度，你背我干嘛？哎呦，万一路上有人看，那不有他俩？哥，你要见得慌，那非要背你，背我呗。怎么还唱上了？哎呦，你吓我一跳！哎呦，这孩子！妈，菲儿没事吧？菲儿没事，你干嘛？你怎么跑这儿睡来了呀？哎呦，吓死我了！哎呦，吓着了吧？哎呦，吓着了。你怎么睡这儿来了呀？这儿多难受啊！快回屋睡去。哦，回屋了，终于可以回屋了。跑这儿睡来了。哎，什么？怎么了？你哪儿刚躺下？这个……不，算了，我还沙发呢。爸那葫芦打的这房顶都快掀了，还唱什么葫芦娃？咱们睡啊！那出来睡吧，您又过来捣乱，也太
太残忍了吧，这也。哎呀，你爸是打呼噜，他有的时候打呼噜，要是那个唱歌什么的，你就打他，你打他让他翻过身去，他就不打了，不是吗？没有，最多停两秒，马上继续。这老头真够自私的，他怎么也不控制点儿？有时候他打起呼噜来就是讨厌，势不可挡的。有的时候我就打他。我待会儿我跟他说，我让他让你先睡着了，他再睡，行吗？行，你去吧，去吧。要控制点。你怎么当爸爸的？太自私了你。谁自私啊？你。我怎么自私啊？打呼噜呗。儿子在沙发那儿糗了一宿。这不可能。这瞎说，我从来不打呼噜，你知道。你从来不打呼噜啊？啊。可是你打了好几年的不道德的呼噜，你自己都不知道啊。得了吧你什么时候听见我打呼噜了？我真打好几年啊。走，咱到儿子那儿问儿子。不，要不你问你这葫芦你打不打呼噜？你不知道你自己打呼噜啊？你听见我打呼噜了？你说呢？你整天哎呦那呼噜不敢不顾的。昨晚上我没听见你的呼噜声，我都没睡好。我明白了。我跟你说啊，有这种事儿知道吧？就他自己打呼噜。然后呢，老听着哎是别人打呼噜，去你的吧，我才不打呼噜呢，我是哼哼，我知道。真的？可不是吗？你也哼哼。我哼什么？昨晚上你还唱歌来着吧？唱什么？葫芦娃呀，让儿子说了，连唱歌带哼哼带打呼噜，弄得儿子在那儿，你说多可怜呢，一宿。葫芦娃。行了吧你，别抽风。娃。我要真打呼噜，还真得注意，我真怕吵着儿子。可不是吗？今儿晚上你控制点儿，你整天打呼噜，儿子也没法睡，你说他怎么办呢？怎么在你这儿睡觉？是，无则加勉，无则加勉。这还有人，不是有则改之嘛？有则改之。我跟你说，我真怕吵了儿子，儿子写东西了。哦，吃饭了。啊，佳琪，吃饭了。来。儿子，嗯，我警告你爸了，让他今儿晚上不许他打呼噜。是，这是我把仇，我把仇。快，吃口，吃完了再去睡去，啊。阿娇睡不了，吃完早饭跟我去产前培训班，啊。对啊。你赶紧吃两口。啊，不吃了，我就在这儿眯五分钟，你吃完咱们走。别去了，你这样怎么去啊？钱都交了，不给退的。啊、我得学。他不能缺觉，这孩子从小只要睡不够觉，他身体就不行了。别去了。那什么，我跟着去吧。进不去，你真是！你要想去你就去呗。这样，来叫看看，来吃一口，吃一口。算了，爸，别让他吃，让他睡吧。待会儿妈陪我去。就是，我去也一样。嗯，回来做个笔记给他看啊。儿子，快点吃一口。你待会儿进屋睡去。吃个包子。我都能教你，别瞎耽误这功夫了。嗯，我说那教的什么呀？弄个假娃娃在那摆弄来摆弄去的，还说的津津乐道、天花乱坠的。嗯，估计
要是真小孩儿，真哪那么老实啊，让你在那儿弄啊？那可不是嘛，孩子和孩子还不一样呢，有的孩子闹着呢，就不知道咱这孩子到时候是不是乖。哎呀，估计也会像佳琪一样。佳琪小时候可乖，就是爱生病。哎呀，可磨人了。回事啊？啊，这盖儿呢？哎，那这盖儿去洗去了。不是你赶紧盖上，那太危险了，知道吧？这脚都崴了。哎呦天！哎，表哥，表哥，什么哥呀姐们儿了？啊，别来这民间的，来点官方。苗总好。哎，好，好，好，看我人家。苗总。苗大制片人，给您报告一个喜事，电视台已经把最后一笔尾款打进来了。陆总非常高兴，陆总说您的奖金今天下午就到。欧了，回头我去谢谢陆总，好吧？啊，忙去吧。喂，哎呦，常主任呐，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啊，收到了，收到了，收到了！这个《爱在五月天》的收视率飘红啊，那是必须的。什么？网友反应也不错呀？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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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非常好嘛。什么？做续集？二？要是拍得好的话，你们台预购？哎，一定做，一定做，一定做，必须做，必须做。好，好，好，那个我。谢谢你常主任，想着我这事儿啊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那个什么时候到我这儿来，我招待你，好不好？上次 KTV 里那个《曾经是对你无言结局》非常好，记在心坎里了，好不好？谢谢，谢谢啊。好，二，天上看满天星，地下看一国坑，坑里看水满冰，坑外长着一老松，松上落着一架鹰，鹰下坐着一老僧，僧前点了一盏灯。陆总，你听我说，陆总，苗子，哎，你跟我说这么半天，你不就是想拍那续集吗？对呀，我们这个戏啊，在各大电视上现在是收视率一路飙红啊，那是真是特别好，而且在网上点击率极高，网友们呼吁我们要做续集，要做二，对不对？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，我们要趁热打铁，二下去。说完了，完了，苗子，你也算是个有经验的制片人吧。不敢不敢啊！按常理来说，这个续集永远做不过第一部，你不是不知道啊？哎呦，不能够！这别不能够，你别揣着明白装糊涂，你心里清楚，电视台他也清楚。你说咱真做了啊，人家不要怎么办？这部戏绝对不能够！为什么？为什么 ？Because 因为常主任给我打了一电话，他说只要是咱们这个戏做得好，他们就预购，预购啊，总。稚嫩。常主任是干嘛的呀？人家是电视台，啊，人家到时候说不要，你能把人怎么着？哎呀，不是，我也懂，质量是第一位嘛，对吧？所以我这次要请那老邓亲自操刀。打住啊！别人谁都行，就别给我提这个邓佳琪。你忘了第一部戏他把我坑成什么样了？我差点开不了机，我那好几百万都打了水漂了。不是，苗子，哎，咱能不能稳一点？啊，咱干点有把握的事儿，行吗？不是，这个真有把握，您不能一年被蛇咬，十年怕井绳啊！有风险才有回报，对不对？这个戏的势头是真好啊，这势头。行，势头好，咱可以做很多呀，大把的好题材等着咱呢。你这样，你去抓一个好题材，我照样让你做这个执行制片人，不就完了吗？不是，我不是为了这个执行制片人，我没那么大官迷。我真是想干点事儿，这行，明白了，明白了，我就看看有什么别的新戏嘛。我跟你说，哎，那什么，苗子，总，你听我说，苗子，我亲弟弟，我亲弟弟啊，势头，你让我安静会儿行吗？啊，这事儿今儿咱先这样，好吗？不是，啊，我势头，工作需要你啊。
龙落浅滩被虾戏，鼠目寸光，我怎么落到陆成文手底下工作了？哎呀呀，怎么了哥？听听，怀才又不遇了。你哥他现在想二在五月天，可是那个陆成文呢偏不让他二，所以他就在二的道路上很迷茫啊。你说这分房睡什么时候算个头啊？得等你妈想开了才知道。睡觉了。哦哦，快回你屋去吧。啊，你好好睡啊。嗯，晚上你要上厕所的话记得开灯啊。没事，我妈睡得特别沉，你一般吵不醒她。我知道，把电脑拿你屋。哦，渴了喝水啊。哎，那你们赶紧睡吧。啊，行了，你快去吧，爸等着你呢。什么时候开始变那么啰嗦了？长大了呗，老像孩子哪成啊，马上要当爹了。还真是啊，已经挺有当爸爸的样了。是吗？我听他们说要是怀孕了，这个男人变化特别大，这个家都特别好的话，说明这个孩子有福。那就说明这个孩子旺这个家。哎，就是这个说法，就说这个孩子特别旺这个家。就是这样。是吗？嗯。哎呦，我这个大孙子。哎，佳琪啊，啊，你今晚那个菜做的不错啊，这烹饪技术见长啊。哎，你什么时候学的做菜啊？哎呦呦，现在，哎，刀法不错，那小刀法，黄瓜拍的不错。拍黄瓜算什么刀法？哎，我说我昨晚打那小锅，哎，没你妈说那么严重，那小锅没吵着你吧？您那哪是小锅啊？都能把屋顶给掀了，您不光打呼噜，您还唱歌了呢。唱歌？唱什么？唱什么呼噜啊呼噜啊！哎呀，都这么唱？不知道你想。呼噜啊呼噜啊！哎呦，我就是太想一大孙子了。哎，我说你们俩要生一个儿子，就叫邓葫芦啊。那拼了我这老命，我也得生一姑娘。那就叫葫芦公主。嗨，你这想什么呢？这这么的得了，干脆啊，你先睡，你睡着了我再睡啊，保证不吵你。我也想睡，可今天晚上我就得把这篇稿子赶出来，怎么睡啊？这么着，哎，我先睡，我保证不吵你，您就踏实睡吧啊。估计今儿我就习惯了，没准过段日子你要不打呼噜还睡不着了呢。这百炼成钢。我跟你说，昨晚我就是仰躺着睡，仰躺着容易打呼噜。我叫侧，我跟你说，侧着睡，侧着睡不容易打。干什么？肯定不吵你。你要是有什么事儿，你叫我啊。哦，好的。你说啊，我保证不成，这回保证不成啊。哎呀，老邓，你这家里马上就要添口人了，作何感想？期待中，还带点忐忑，就没感觉肩膀上压力有点大。
你几个意思啊？直说吧。哥们给你送钱来的。什么钱？咱这《爱在五月天》不是火了吗？我想做一续集，你当编剧，哥们我当制片，咱们俩强强联手，绝代双骄啊！怎么样？好事吧？陆总的意思啊？你别老提他不行啊，这跟他没关系。不是，你有资金吗？你瞧不起我是不是？我怎么除了他陆成文，我不认识别的资方了？这事儿靠谱吗？靠谱吗？你把这妈给我去掉，极其靠谱，多好的事儿啊！这个。但是话说回来啊，你说我这一年吧也没接什么正经活，光打擦边球了，我还不知道有没有感觉写呢。再说了，这事我得跟菲儿商量一下。哎呦，老邓老邓，你说你这辈子活得多憋屈啊！以前呢你是听你爸的，现在都听你媳妇儿的。哎，你什么时候自己做回主播？这是大事儿，不能让我考虑考虑啊！行行行行行，你考虑考虑。真的，我真烦你这种优柔寡断的劲儿。你多慎一口啊！苗子还有事儿找我呢。什么事儿啊？就原来那电视剧《爱在五月天》不是播挺火吗？嗯，现在想做续集。是吗？嗯，就是那个以你跟白小欧为原型的电视剧啊。也不是全是我们俩，大部分是我杜撰的。那也得有真实的感情基础啊。其实我还没答应苗子呢，还没决定要写呢。嗯，佳琪啊，嗯，我在想，我是不是可以考虑去找一个坐班的工作？坐班啊？嗯，你想呀，你在家里写东西，是挺自由的，但是写作这个工作吧，它毕竟不稳定，没有一个固定的收入。你虽然，虽然你也在家写，也偷偷搞啊那些，那你也知道，半年不开张，开张吃半年。真要是半年不开张，你咱家吃什么呀？你要是去找一个坐班的工作，虽然每天朝九晚五的，但至少能有一份固定的收入，多多少少心里也踏实，旱涝保收啊，你觉得呢？我再考虑考虑吧。嗯，好吧。就原来那电视剧《爱在五月天》不是播挺火吗？嗯，现在想做续集。是吗？嗯，就是那个以你跟白小欧为原型的电视剧啊。也不是全是我们俩，大部分是我杜撰的。那也得有真实的感情基础啊。其实我还没答应苗子呢，还没决定要写呢。嗯。
没事您就甭扛着了，赶紧睡吧，啊，唱两句没事。那是睡了啊，睡吧。吃土豆丝，放那。哎啊，哎，爸，你怎么回来了？爸，啊，吃，来，吃饭吧。不是那什么，今儿上班的时候老觉得那脚跟踩棉花似的，怎么？后来他们特意送我到医院去查一查。怎么样，查的？你看看，你头晕啊？有，什么呀？高压180，低压110。哟，高血压那么高啊？不是不是以前还真没高过。哎，不，怎么突然就高血压了呢？这，开药了吗？开了吗？开了，在包里呢。怎么一宿没敢睡，一直控制着来着，怕打呼噜又睡不着。嗨，那哎呦，你快赶紧吃饭吧，我没事，没事。爸，那快进去睡会儿吧，什么没事，给你弄点。没事，真没事，真没事。啊，您吃饭，啊，我上去。哎呀，你待着吧，没事。好，你昨晚干嘛了？我写稿子啊。哎呀，你大半夜不睡觉写什么稿子呀？真是，都是让我妈给折腾的。儿子，嗯，你今天开始就回你自己房间睡吧。啊，这是？不知道。嘿，主要是你爸犯高血压了。睡着了，吃饭了。这床上吃啊？那可不嘛，快点！快，我起来，我起来。行了，也行了吧？瞎客气什么呀？你也享受享受啊，吃冰号饭的待遇。那供应不如从你，哎。不还晕吗？好点了，好点。这芹菜叶儿，哟，降血压的，挺清香的。尝尝，嗯，对，把那搁那儿喝汤，尝尝。这边挺好的。那可不嘛，炖了一下午呢，多吃点。你歇会儿吧，啊。你这找什么呢？甭管，瞧这俩孩子，你看，溜溜睡一天了，上午睡完了，下午接着睡，培训课也不去了，那钱也白交了。不，找什么呀？还在这儿呢，我说呢，瞧瞧。你说这怎么又回到了咱俩刚结婚时候的状态？你不嫌凉啊？哎，你说我要上床上去，我妈一会儿能来查岗吗？我绝不会。你上来吧。上来。哎呦，哎呀，真软呀，床上舒服多了。那当然。你还想像原来那样一三五你睡地上，二四六我睡地上，双休日轮班啊？我一二三四五六七我全要睡床上。儿子，你看我找一个什么东西？哎呦哎呦，
妈，别把火机在这躺会儿，一会儿我睡觉就下去了。对，他说地上凉。对。狗皮褥子。反正我是为你们好，你们看着办吧。开场序幕两相起舞，鞠躬落幕不自辛苦，送出欢乐独自痛苦，你说这样其实何苦，在我身后默默付出，为我做的历历在目，对你的爱不说也清楚，不知不觉已没有你呵护，得到掌声失去了你，就像这场人间喜剧，荣誉奖项谁又在意，在这庆功会没有你，哭着走来笑着离去，尽力一生想看一部喜剧，给我幸福伤痛留给自己，但是如今已没有你消息，这一世在人间相遇，又是再与没机会合影，掌声失去了你，就像这场人间喜剧，荣誉奖项谁又在意，在这庆功会没有你，哭着走来笑着离去，经历了一生想看一部喜剧，给我心伤痛留给自己，可否也让